四九哥。江南送给大家，主播你别播了，这么美不要命吗？我为什么 get 不到我的美啊？我觉得我不美啊，而且我觉得真正的美女就是那种坐在那里就是特别优雅那种，特别温柔优雅那种。我哪里美啊？我真的 get 不到我的美。谢谢大家的关注。那个榜一，你想睡觉吗？你去睡嘛，你不用那个啥，你不用眼睛就是半睁着来看我，好吧？你不用就是一边拿着手机啊，然后一边这样子啊，然后就这种躺在那个沙发上啊，然后都已经打呼噜了，你知道吧？这样，然后我刚才弹古筝这样子的，啊，都打了个呼，你知道吗？然后又醒了，然后看到哎，我还在直播。啊，然后又想起来了啊，然后给我送个小礼物啥的啊，不用，你真的不用，你就困了你就睡嘛，你困了就睡嘛。不用这么累，我觉得你太累了，我会心疼的。对啊，我刚表现的是不是很经典？有没有经典？就很多，就是你就很多 ，Hello， 哎，我刚开播。刚开播你不是可以扛票吗？写的，我这昨天这不打比赛吗？这不是挣医药费吗？这不是天天晚上那帮人家扛票吗？晚上你帮别人扛，为啥不能帮我扛？我俩哎，打什么？你说打什么？打什么？我想一下哈，好玩的，好玩的，你说我都行。我想一下哈，好玩的。就是昨天学了一个惩罚叫什么蚂蚁上树，会不会封号啊？好像就是两个腿，就是你人就像倒立一样，但是你腿没放上去，但是就是你趴，就是手扶地，然后是腿往那个墙上蹬。你确定你能做吗？我穿个裤子，你稳赢一样。我穿，你确定你能做吗？我穿裤子呀。那我也得穿个裤子呗。你没穿裤子啊？我肯定穿了，我穿裙子不是。哎呦我的妈！天天的。
哎，墨鱼哥，就输了就是那个把脚蹬在墙上，然后就来回这样上下上下上下做十个吧。哎呦，十个有点多哈，五个吧。我们这样吧，我们打，可以，五个。你是在挑战来打我的，我不一定能干得过你。那你想打啥嘛？你有条件的吗？我有条件，我有条件，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开个会啊。我现在有条件肯定是有啊，打你分分钟的事儿，我还得报个仇。打我还用开会吗？你都大主播的人了，还用开会吗？我靠，你大主播哈！你上次用60000票打我的时候，你忘了？我们家掉地下了。哦，来吧。哦，想起来了，突然想起来了，不用开会的吧？不用开会，那我们要直接来。过程玩什么？等一下，过程问问题。问问题吗？你老问一些有的没的，我不知道怎么。啊，不，我不会问你污的，你放心，问的都是正能量，正能量的，好吧？啊，对，你问的那些我就没有办法。可以，过程就是咱俩不闭麦呗。啊，不闭。嗯。你别问污的哈，别问封号的就行了啊。我为什么？我没有问题要问你啊，关键是。哦，那我问你呗。那我问他，来，家人们，我们众筹一下，来，咱们甩甩来。他故事可多了，我跟你讲，绝对能问出东西来，绝对能问出东西来。我没有故事、啊。来，咱上刺刀了，家人们，上刺刀了。来，家人们，我们十票起啊，十票起。来，十票。哎，这我真有问题问，真有问题问你。哎，你问吧。哎，你。嗯，问。哎呦我的妈！你的房子来，你跟大哥见过面没？啊，跟大哥见过？真没有过。屁！你撒谎！我跟你说，但凡直播间你这问题要是撒谎的话，你音浪永远涨，永远涨不上去。我真的，我骗你，我真的没有见过大哥。对，真的没有见过大哥。真的，我真的，我有这个想法，但是大哥不让见。好，你问我吧，快点。你有没有你见过几个大哥？哎呦我的妈！哎，我问你有没有见过大哥？为啥你问我见过几个大哥呢？为啥？不是，没有为啥？你不是说正能量的吗？我会再问吗？啊，你都没见过，我也没见过。不是，好吧。哎呦我的妈！我是真没见过，我耳喝，我跟你说嘛，我耳喝。来，我问你啥问题、啊？你问不问？不问我问你了。你什么杯呀、啊？哎呦我的妈！哎，你看不出来吗？你非得问、啊。我不真不知道，好烦哦！就这个问题就是好，下一个，嗯，我真的不知道问你什么问题。那我们来问他吧，我们上票吧。你有脚气吗？脚气倒是没有，长了个鸡眼儿。来，我问你，你有没有狐臭啊？我肯定没有，对不对？我香香的。啊，那个，就是。哎，你这样子，我来给人众筹一波。你那个，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站着尿过尿？哎呦我的妈！这边的主播真的，洗澡的时候有过。那对啊，我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问你什么问题了、啊，真的是。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瑶瑶。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四个，最喜欢的是第几个？上一个，哪个跟你在一起更和谐？都和谐。哎，得找我，你这样问，我问的和谐有没有什么？就感情和谐，感情和谐，对。对，我就说感情很不和谐。那个，你有没有劈过腿？肯定没有噻，我这么专一的人。哦，不是，我不是啥意思，咱直播间人是不是想听我的问题啊？啊，对，你们想问什么问题可以过来打在公屏上，不是可以问啊？那有没有啥情况？就是不帮我上票，你们都不想。你说是？再问个别的啊，再问个啥？我都不知道问你什么问题，有没有想问的？家人们打到公屏上。我想问他问有没有人，有没有直播间有没有人帮我的，帮我的。你没结过婚啊？哎呦我的妈！我操，有人敲门了。我有没有结过婚？你咋不问我有没有生过孩子呢？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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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玛莎，快，快递员来了。玛莎，等一下，你别别闹。哎呀，关键时刻啊！干什么收个糖？等一下，等等等五十秒，等五十秒。这家狗怎么了？崽崽，不要叫。过来，你家狗是我们。哎呦，该我问是吧？等一下，快递哥，等一下哈，等一下。哎呀，那个啥，交给你们了，交给你们了，帮我偷塔，最后三十秒，帮我偷哈。这个惩罚有点狠哈，这惩罚有点狠，有点狠。这惩罚有点狠。我穿这个衣服不太符合，不太适合做那个。我也不太狠，我穿的裙子啊。等一下哈，十秒钟。来对面的哥哥，大家过来啊！过来有什么想问的？我没有什么好问的，咱们最后十三秒拉票吧啊！来，咱众筹一下。惩罚有点狠，惩罚有点狠，蚂蚁上树，蚂蚁上树，最后十秒钟了。救命！完犊子了！等一下，我去把快递给他。等一下，来了，等一下。你的狗在叫吗？是我的狗。好久。感谢我一哥。我在榜一是不是睡着了？他的狗在叫。我在榜一是真的睡着了吗？他的狗还是我的狗？我是我们家的狗。我的狗。不是，我在榜一绝对是睡着了。我跟你讲，要不然我不可能输。我跟你讲，不可能，真不可能。你点点的，你快点给我换裤子去。你真让我做个惩罚呀、啊？真让我做啊？我靠，这是你说的？什么叫我真让？说的好像啊，好。等一下，我穿个裤子，你主持一下，好吧？主持一下。好吧，来房间的哥哥们，大家都过来啊！来了，全体上气筒。快点过来我这边，我有话跟你们说。过来给我点个关注，家人们。对面是啊，叔叔，我跟他认识，我们离得很近啊，我们还没有见过，对，我们准备奔现了，我跟他。等一下，马上好。我跟叔叔认识，他就住在我家不远的地方，对，我们两个下次可以一起吃饭，吃火锅。感谢关注啊，家人来对面我叔叔家的大哥大姐们过来点点关注啊，现在的老铁们过来给你下联点点关注啊，我们是好朋友啊，有你们什么想问的我可以帮你们去探测一下，对，爱你，我也爱你，哇，哎呦我的妈，来过来点个关注，给大家发个福袋啊，过来填填福袋，想吃牛肉面啊，成都的牛肉面很好吃，你们都来，对面的主播间的哥哥姐姐们过来点个关注啊，然后我那个，我明天，我下次你们来成都，我请你们吃爱情牛肉面，好不好？对，下次回来请你们吃爱情牛肉面，谢谢大家啊！来了，刚上厕所去了，不好意思，上厕所去了。你裤子换了吗？上了个厕所。对，是的，他今天人是挺高的，他每天人气都挺高的。那个，咱那个吧。你这两天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啊，换九九。哎，咱们把灯牌闪一闪啊！我说你这两天有时间吗？咱俩可以一起吃个饭，吃火锅。你请客哈。我请客嘛，我们 AA 制吧，我 A 大的，你我 A 小的，你 A 大的。你是大主播了，你跟我 AA 制。你也是个大主播呀，对不对？你个大主播真的是。就今天晚上。我们看一下对面是怎么做惩罚的啊？对。你戴那个蓝牙耳机了吗？我没戴，我现在是没戴耳机，我现在给你做。我知道，我听到了。对，你放音乐。啊。节奏有节奏感的那种。你要哪一种节奏感？搞笑的吗？啊，可以。就这个吧，小跳蛙吧。你 A A， 我 A 个火锅底色。我 A 鸳鸯锅，我 A 那个辣的，你 A 不辣的，好吧？我看你怎么上树的。这么上啊，哇操，你们搞死我吧，这样我这老妖会闪到的，我这老妖还差四个，你会倒立？我不行，我这样我给你把头都给摔到，我跟你说高危险动作，一个
两个。这什么情况？三个啊，就这样上是吧？四个，这个很简单呀，我都会了呀。哎呦我的妈！你要让我那个把腿伸起来，我肯定平衡能力不够强。对，那你来，再来一把，再来一把，打什么？你说。你说就这个，我换一个。对面还不服输呢，真的是倒立啊！其实我本来就会倒立，这个跟我对我来说完全小 case， 真的。我不会倒立，我上次有人罚我倒立，然后我把这个坐的这个椅子给倒立坏了，我在倒立在椅子上，现在怕倒立。你就来这个好吧，你就来这个。你疯不是？我们玩点好玩的。为什么？什么好玩？你跟我说。我们玩吹鸡蛋嘛。什么？吹鸡蛋嘛？吹鸡蛋怎么吹啊？就是在地下画个圈，把那个鸡蛋从远的地方就像跟打高尔夫一样把它吹到那个洞里面，吹到那个圈里面，行不行？这个我觉得还没有这个，没有我刚那个好玩吧。哪一个？我给你吹鸡蛋吧，你做刚刚那个吧。好，可以。哎呦我的妈，可以。这把就不问问题了，这把我们不问了，不问了。完了之后，然后完了之后我们拉票，好吧？嗯，好。暴露了啥？暴露了。嗯，闭麦。哎，刚刚我们家大哥是不是都睡着了？什么车速好快？怎么又变得这么？家人们，两点了，我们有人气票。刚我们家的是不是都睡着了？都睡着了。来，我们一起这把一起众筹一下呀。啥都没看到，你想看啥呀？来，我们家直播间朋友们啊，我们刚刚这把输了，我觉得我输的有点不服气，我想让他做我刚刚那个惩罚。大哥们，咱们一起众筹一下。谢谢张哥的棒棒糖，感谢张哥。主播刚生孩子，肚子好多肉。谢谢张哥，你看我刚刚形象都没有了。谢谢我们张哥的棒棒糖。还得说，别让我输了嘛，别让我输了吧，你们好不好啊？让我赢一把，让我赢一把行吗？你看对面都在吃零食了，你看对面都在吃零食了，对面完全就是不尊重我好不好，不尊重对手好吗，完全不 care 我好吗，就完全都不用拉票了，你看对面直接在你吃零食了已经。我们把雪橇给他怼过去好不好，怼过去，我们把雪橇怼过去让他吃，让他别让他这么嚣张好吗？感谢李三哥哥。藐视我，真的是藐视我。马哥你睡着了是吧？我就说我刚刚怎么输了呢？我马哥在我一般都不会输的是吧，我刚怎么输了，我说对面是藐视我吗，这是藐视我啊，这是啥意思啊，这是秒杀我吗，这是啊。
欢迎成都老张。谢谢我马哥哦。咱们后排有没有土豪呀？这把的话，我刚刚已经输了一把了，做了那个蚂蚁上树。这把输了的话，要催鸡蛋。我们后排有没有大哥可以一起众筹守守塔的？最后十秒钟了，最后十秒钟了。我去！感谢鱼哥，谢谢我们马哥的嘉年华，第一次看到嘉年华。谢谢我一红哥的狂欢呀。拿下。感谢我马哥的嘉年华，谢谢我一红哥，感谢我鱼哥，谢谢我鱼哥。是谁看不起我啊？是谁说我要输的？马哥在没意外，咱家这么多大哥守塔，是不是掉地了？我看一下哈，好像是掉了个那个一红哥的那个掉了，没事儿。一红哥，你直接你的票掉到我那个钱包里了，今晚必须得表示一下了。啊，我去换裤子是吧？我这裙子好像不太合适。肯定得穿裤子啊。好吧，我去穿个裤子。哎，太难了。马哥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我这个墙有点远。你就等一下，我把这个声卡要往后退呀、啊。我去穿个裤子啊，大家等一下。谢谢我们一红哥。当当的当当当当的当当，我们看他做是什么效果哈、啊，看他做是什么效果。马哥太不容易了，好不容易睡个觉，然后睡醒了，一起来，又得帮我守塔。裤子穿好，时间都没有了，没事儿，等一下嘛，好东西不怕晚，不怕等。长得挺喜庆的，我吗？我旺夫是吧？你看，是不是我那个？我自从认识了我们直播间的大哥以后，我们直播间大哥的生意都越做越旺了，越做越好了，知道。相信我，我一定能给你们带来好运，我一定是旺夫的。就冲我这个肉，我也能给你带来财运。一定要就是娶一个像我这种微胖的女生当老婆。然后
是后面吗？嗯，没看到吗？嗯，我能趴得上去吗？怎么趴不上去啊？谁都趴得上去，有没有让你倒立？我又不是谁。你坐反了，反了，方向反了、啊，你得面对我。对对对，这样子，然后腿往上抬，上去下来，上去下来，这样子。对，你得。我肚子好痛。你往近一点啊，往近一点。什么近一点？手近一点，手离墙的距离近一点。你太远了，要近一点吗？太远了，它就不够高。这样吗？嗯，近一点，对，把腿，然后腿都蹬到上面去，然后再下来。我好怕呀！这有什么好怕的呀？我刚都做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然后再下来。做几个？五个呀，你已经做了一个了。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惩罚怎么那么难呢？两个，简单吗？对我来说太难了。三个。你们刚看我做没有？是不是我做起来很轻巧？刚刚。谢谢小房个灯牌啊，五个，腰不行，腰不行，找女朋友，我的手很痛，我的手就是这个位置弯的手很痛，这个位置很痛，为啥呀？不知道。好，我没做过，第一次。好，我报仇报完了，我走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走了，那干啥呀？啥？是不是我在找你报吧？啊，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一比一哈，一比一。走了，走了。我是把裤，等一下，我是把裤。嗯嗯，夏琳跳不了钢管舞。官方的回应打了他的废话。找老婆就要找一个韧带好的、腰好的，知道吗？有肉的，像我这样的，像我这样的。你看对面那个主播，一看就是身体不太好。不够灵活。谢谢我们红哥，感谢红哥，谢谢我巨哥，谢谢我马哥。你输了干啥？我刚输了就跟他一样啊，就做这个惩罚呀。我刚说就跟他做一样这个惩罚呀。但是我做的比他轻松一点，因为我本来就会倒立嘛，我本来就会倒立，所以我做的比他轻松一点。因为你会倒立的话，你的手上的那个力臂力会更强一点，而且腹部的话也有那个，他们这个都完全没有用到臂力，没有用到核心力量，所以说他们做这个惩罚就很累，就感觉就是很害怕。你把核心力量练好了，把手臂练好了，根本就不会觉得累。怎么没早醒几分钟？早醒几分钟我就不会输了啊！你也看不成这个表演了，我就不会输了。红哥，今天有什么想听的歌吗？榜一大哥，我练过呀。我以前练过瑜伽，练过舞蹈，所以韧带还可以。完了，我觉得我太完美了，真的，我都觉得哪个男人不找我当老婆的话，我都觉得有点可惜。来，兄弟们，来学古筝来了，学古筝了啊！我们现在是古筝教学直播间啊。你为什么发那个兔的表情啊？
为什么？为什么？你居然发这个表情，出水莲不会。弹起来，弹啥呢？我想一下哈，嗯。雨碎江南好不好？比较安静的歌。站台风啊，站台风比较难啊。站台风比较难。是不是比较慢啊？是不是比较太慢了？感觉这个歌有点催眠的感觉，有点催眠的感觉。
串跳。大家还想听什么？还想听什么？怎么榜上的大哥们说说话呗。红哥好像又不怎么说话，这么爱说话。来个不催眠的，来个比较猛的那种，是吧？来个比较猛的那种，来个猛的。是不是来个那个快一点的呀？但是我弹的不好，张台风弹的不好，可以试一下，可能弹的不好。人都弹跑了，人都弹跑了，大哥都跑完了，真的是我马哥还在那儿，还在那儿守着我呢。感觉余情有余，缺少震撼。你的感觉是对的，你的感觉是对的。有男朋友没有？我男朋友在岛上。
哒哒哒哒哒哒，我榜上，我男朋友在我榜上。哎，你发现没有？出太阳了，你看，你看我后面有一缕阳光。哎，今天成都天气很好哎，你看出太阳了。我是一颗出太阳，出太阳，出太阳了。成都好久没出太阳了，今天出太阳了。啊，这好粗啊，这里。能否认真的唱一首？可以啊。什么？你想听什么歌嘛？你说嘛。你点，你点一首嘛。你点一首啥歌嘛？你点嘛？你想听什么？认真的唱一首歌，我看一看有什么歌是比较认真唱的哈。这个吧，《孟婆的碗》，《孟婆的碗》这个歌比较好听。孟婆的碗。虽然这歌有点老了，但是还是很好听的，可以听一下。脚步轻飘的失去平衡，你在哪里？我喊着你的名，可声音来不及扩散，便消失的没了踪影。踉跄中来到奈何桥前，我死也不见孟婆的那只碗。我不能忘记你我的甜蜜，我不能忘记你我的点点滴滴。我要带着心酸的记忆，在轮回中找到你，用身相守，抱着你不分。接受打翻孟婆的碗，落在地碎成两半。孟婆她会对我发慈悲，不让我魂魄随风飘飞。我的爱浓浓将你包围，来世相依偎。乡船来到奈何桥前，我死也不见孟婆的那只碗。我不能忘记你我的甜蜜，我不能忘记你我的点点滴滴。我要带着今生的记忆，在轮回中找到你，用身相守，抱着你不再分离。想起你让我心焦，焦醉了焦醉了感觉了后，挥起手打翻孟婆的碗，落在地碎成两半。孟婆她会
是相依偎。想起你让我心焦，焦醉了，焦醉了，哽住了喉，挥起手打翻磨破的碗，落在地碎成两半。怎么能忘记与你缠绵？怎么能丢弃对你牵绊？只为能换回那根红线，再续一段情缘。只为能换回那根红线，再续一段情缘。自己给这个鼓个掌。这首歌讲述的是这个女的跟这个男的好像是生，就是那个啥吧，这女的好像是死了吧，然后就是下那个孟婆的时候，孟婆给她一杯碗，然后说让她喝了这个碗就可以忘记她爱的人，但是她不愿意喝那个碗，她不愿意忘记她那个男朋友，然后就很纠结很挣扎，然后就是一直在表达我不能忘记她，不能忘记跟她的缠绵，不能忘记对她的牵绊。然后所以说啊，我觉得就是好像讲述这些爱情啊什么，我感觉都是女的比较痴情吧，往往都是女人就是很痴情，男人往往都好像没有那么痴情，我感觉就是男的和女的在就是分手哈，我觉得女的会很痛苦，男的好像无所谓一样，男的就对吧，下一个分手就分手，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对吧？哎，心情不好了，哎，一吵架一分手，没事儿，还有直播嘛，直播上去刷刷礼物，哎，那个主播就开始，大哥，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你可以看看我合不合适哈。然后你看，一下就有女朋友了，对吧？那大哥只要有钱，那根本就不缺女朋友。你看我们女孩子，一旦什么失恋了呀，然后什么，真的好痛苦啊，我感觉。就是吃饭饭不香，还得瘦个十斤，然后直播也好，你做什么工作也好，都没有心思那种感觉，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没钱吧。我后来想了一下原因，为什么人家失恋没有这么痛苦，为什么我这么痛苦？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我没钱的原因。我要是有钱的话，我要是个富婆的话，我应该也不至于这么痛苦啊。没事儿，所以说努力赚钱吧。还有什么歌？你们还想听什么歌？还想听什么歌？给你来一首少数民族的歌曲。欢迎我们榜一回家，欢迎我们红哥回家。榜上的大哥们，你们想听啥歌可以点哈，可以点，免费免费。你们可能没听过这首歌吧。风偶尔走无边，把那歌从的身坡，让我想起你此刻那么想起你，月亮般的眼眸荡漾我心中的那片湖泊，风偶尔走遍巴拉格中的角落，带我来找你此刻了吗？我听见山谷里的小河
唱着你心中的那首情歌。哦，词真那么巴拉的花朵，你的心是扎根世上的一方净土。哦，词真那么云中的美人，你就是我幸福守望的。你好，你好，你好，你是户外主播吗？对，我是户外主播。你是干啥的呀？你是做菜的呀？哦，卖那个摆摊的。嗯，是的。哇塞，这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看不到这么好看的摆摊的呀？为什么这网络上，你们我感觉摆摊的都是那种大妈呀，什么阿姨啥的。第一次看到就是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姐姐是摆摊的，怪不得你人。才艺主播吗？嗯，怪不得你人气这么旺。没办法呀，我没有才艺，我有才艺就在家里做着直播了，我就不出来摆摊了。那你这个，那你平时直播就聊天吗？就这样。对，然后炒炒饭。我们玩什么？我们说重点吧，玩什么？重点玩什么？你是合肥？你是除了表演才艺吗？我都可以啊，都可以。搞笑的也可以，才艺也可以。那你表演个才艺吧，你体罚我，因为我也没啥才艺，我可以做蹲起啊。那你这儿旁边，你这旁边有没有男的呀？男的没有，这是艺校，全是女的。不可能，大街上一个男的都没有吧？真没有，你给你看。不是有吗？你要怎么样？你说。那你说的话。你就对着那个马路上喊呗。喊啥？你说我是单身，有没有找我？我们换一个吧，这个学校影响不好。哦，影响不好哈。那就你们那个安徽话怎么说的呀？你们那个家乡话怎么说的？什么意思？你们的家乡话说是你们那个合肥的话是怎么说？说啥？就是你们是说普通话吗？还是说就家乡话会有不一样？如果你说，那你说的话，你可以用家乡话给大哥撒个娇。撒娇，我给你做30个蹲起行吗？我撒不好娇。对面也没分，那还没开始呢。让你说方言，我听明白了。那你就给我们炒个饭吧。好好好，我给你撒娇吧，我给你撒娇吧。撒娇吗？再炒吃不下了啊。没让你吃吗？让你炒。炒浪费呀，浪费。也是哦，好吧。他不炒了。你说了可以沾面纱吗？不可以啊，不可以。好，那你就才艺表演吧。嗯，那我关声音了还是玩过程？那你关声音吧。哎，这么漂亮的小姐姐还会炒饭，还会拌那个狼牙土豆，还会拌凉皮凉面。哎，你们说如果哪一天我直播要是播不下去的话，我也去摆个摊儿，说不定我也能火呀。最美最美那个西施炒饭西施，对吧？成都最美炒饭西施。我发现就是直播现在就是越来越不，就是不太中规中矩的内容会被容易推流。让他煎个鸡蛋。你是不是太久没看到过女人做饭了？这么渴望看他给我们煎个蛋。要不我给你煎。要不我给你煎啊，我马上给你煎个蛋，我这有鸡蛋，我给你煎个蛋呗。你可以去说相声。说的也是哦，我饿不死，对吧？这么说的话，马哥我饿不死，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才华的，哪怕是我哪一天不能靠颜值吃饭了，
我还可以靠我的口才，我还可以靠我的口才去挣钱。我在那个大街上拿个那个喇叭，拿个那个话筒，然后卖东西，我估计我能火。谢谢三思，要求人家这个那个你就才艺，那他没才艺的嘛，关键是那我先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才艺，他没有的嘛，没有那没办法噻。当当当当当当当，谢谢平安哥。关键是他不没有才艺啊，他的才艺就是炒饭、煎蛋、凉拌土豆、凉皮、凉面、凉虾、冰粉儿。谢谢马哥，那咋整吧？那他没才艺，我没办法噻啊，也不能怪我呀。谢谢我马哥。CK 加成中啦、啊！对面笑得挺甜的。我笑得不够甜吗？人家好得自己做事儿，比你在家强。比我在家强。看来你们这些人骨子里还是看不起我们当主播的啊。谢谢马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了。你要是在家能赚钱的话，我觉得那你也可以出来直播。在家就能赚到钱，那是你的本事，知道吗？主播天天就会哄礼物，我没哄啊，是他们自愿上的呀，我又没拿刀架在脖子上。那你也可以去播呀，对不对？那主播又不是说只能允许我播，你也可以播呀，你申请一个身份证账号你就可以直播了。感谢我马哥，谢谢我马哥的礼物。谢谢用户哥，感谢兵哥，谢谢大表哥。那你是干嘛来着？撒娇哈，好像是。跟谁撒娇？跟你家哥哥撒娇？就是跟我们，我看一下，给谁哈？我看一下，嗯，你给那个，我们给那个榜一吧，鱼哥吧，鱼哥。鱼哥。嗯。怎么撒？是那个撒娇八年吗？对对，你用你的家乡话吧，家乡话是怎么讲的？鱼哥，好不好嘛？可照。就要还有啥呀？哎呀，没有，这个我们家乡话说出来好像没有啥味道，太短了。那你就说普通话嘛。普通话，鱼哥，好不好嘛？拜托拜托，你最好啦，我不管啦，
评价要吗？还是普通话好听，还是普通话好听。我走了，亲爱的，拜拜。好，拜拜。普通话就感觉特别的温柔，好像家乡话听起稍微有一点点，有一点点那个啥。对面的女孩没有你有气质。哎呀，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欣赏水平还有眼光都不一样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什么样的主播都有人喜欢，什么样的主播也有人讨厌，对吧？你看刚刚还不是直播间有人讨厌我的，他说我什么没有拿正什么正脸对对他对大家怎么怎么样的，意思就是说我没露脸嘛。不是，为什么要露脸呢？主播是萝卜还是青菜？我觉得真的，你不管长成什么样子，哪怕你长得丑也好，长得好看也好，长得胖也好，瘦也好，怎么样的人都会有人喜欢。世界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总有一个是你的，是你的菜，对不对？没事，我一年前看过你的脸了，你认识我啊？你认识我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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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太出名了，是不是？我以前。咋子嘛，狼哥的吧，要不要得嘛？我给你们撒个娇好不好？我给我们红哥撒个娇，给我们红哥撒个娇。红哥，今天你咋个不说话嘞？你不说话的样子，我好怕哟。你可不可以跟我对我热情一点点嘛，好不好嘛？要不要得嘛？可不可以嘛？你对我热情那么一丢丢嘛，好不好？不要那个高冷嘛。要不要得？你最好了嘛。人家要嘛，好不好嘛？我觉得四川话很好听啊，对吧？四川话就是撒娇很好听啊，就是很柔，很小女生的感觉。哎，红哥太难撩了，真的是，就是感觉就是怎么撩都撩不动，你知道吗？果然等级高的是不一样，等级高的人家耐力是要高一点，要强一点。反正等级高的人是耐力更强一点。哎，我是不是要下播？我三点钟下播，三点，我每天三点下播。我每天中午都是三点钟才吃饭，真的。然后还有人在下面酸我，还有人说什么我在家什么也不干，然后怎么怎么样的，他没有看到我的付出。其实我的付出也很多的，真的，我每天也很累，也很累。曾怀送云这场梦，问你送我归家有何用，谁知道你的他梦见地上你镜中，望见你隐藏你地址更沉重，心生爱中在变动，心底杀气相逢在雨弄，听得见已冰封，
蓝桃碧玉那明红，欲上推出月上离相明一动。难道我有勇气与你在一起情中情游？难道你有勇气反复那夜你真的两个人的这边来拥有多一份美丽扎不紧紧的更高孤寂。我这个散装粤语，我唱的是散装粤语知道吗？这谁啊？哦，不管这些冲击莎莎，我还没认出来我这谁呀、啊、我说我跟我大哥说了我带他们来看大主播、啊、大家都知道我大你不用说嘛，都这一把输了干什么呢？都知道我是大主播，这把输了呀，这把输了干什么呢？你说今天我玩了你那个惩罚，我跟别人玩了那个上墙那个，换一个吧。哦，你今天上墙了是不是？别人上了还是你上了？都上了，都上了。那咱把输了，咱们玩个上墙吧。啊，不，别上了，别上了。你那个墙也不好看。玩一次，玩一次。你那个不好玩，你那个墙不好看，你做的不好看。那就躺着踩单车。躺着踩单车，那是干嘛呀？那是、啊。就踩单车，或者是仰卧起坐，仰卧起坐十个吧。嗯，没意思。那你说嘛。嗯，我想一想。这样吧，硕的话。打电话给酒店说你要把那个马，你要停一头驴，停车停头驴，你要带一头驴入住。他才会演戏，他也会，我们演戏吧，不要跟人打电话。哦，演戏是吧？我想一下，演戏演什么哈？我跟你哦，这样吧，演戏，我给你出个角色，我给你导演一部戏哈。好，我看你是不能擦边球啊！我知道，我看一下，你看你演啥哈？我再被封一次，我 PK 就三天不能连了，我看一下，那我不得在直播间哭死？我看一下，想一下，什么惩罚？快说！嗯，你选一个吧，什么空姐呀、啊，什么护士啊，这个能不能行啊？嗯、还有什么？我看演戏，嗯，你演的最好的是什么？我演的最好的，嗯。嗯，护士吧，护士，嗯，那但是演护士的话，那你是给大家看病吗？端茶吧。哦，吹鸡蛋哈，吹鸡蛋也可以。嗯，吹鸡蛋好像说的是什么，画一个圈儿什么的，然后把那个鸡蛋放到中间，然后用把它吹出去，这个好玩吗？啊，这个可以试一下，可以，但记得要放地上。鸡蛋放地上，鸡蛋要放地上，那就玩吹鸡蛋算了吧，就别演戏了、啊。那就玩吹鸡蛋吧。好。啊，我知道，死心，我知道。那过程我想问你问题，咋看我这么眼熟？过程我想问你问题。过程问我问题、啊？嗯。咱们练五分钟的。等一下嘛，等一下就练五分钟了嘛。什么问题？要玩他要玩死亡真心话哎。啊，想了解你一下。他问着就很容易把我送进去。我不会，不会，我不会问那种。我问一下，就是你跟你大哥之间的故事。我跟我大哥之间的故事太多了，你要我哪一个大哥？从所以说我就要问的嘛，所以我就要问的嘛。可以，感谢我天一哥，谢谢我天一哥。咱们还差一票，差一票，感谢我九九，差什么叫差一票？5分钟开始吧，5分钟，哎，直接挂了，开始吧，浪费那一分钟。你十分钟的嘛，你再连的话，你把调一下。我再连你五分钟的。好。不要，他的问题太专业了。欢迎米秀，来吧，来，咱们来破个十，铁子们。来，我来想想，我来酝酿一下问题啊，酝酿一下问题。我还没问过你，说实话，真没问过。脸都青了，sorry 呀、啊，不让问啊。第一个，完了，来，完了。我为什么要叫我问？他非要我问他跟大哥之间的故事，完了完了，把他送进去吗？完了。来，第一个问题，你家大哥裤衩子什么味儿的？这
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行行行行行，你们家榜一大哥，你见过就是那个，就是为什么，嗯，就是说你家大哥有腿毛吗？我没见过，我怎么知道呀？找那个见过的，见过的。我新主播，我哪有见过啊？行，那你有没有跟你家大哥语音过？只是发过那种语音的聊天，但是没有语音过。你听声音，你家榜一到榜五，你觉得谁咱们最帅？这不是得罪人吗？真心话，真心话，说实话，不是啊，我没有听过这个榜，不是这个榜二、榜三，我们都没微信啊，都没有啊，就是为什么非得微信啊？抖音不能聊吗？还没来得及聊吗？怎么才认识啊？我觉得不是在逃避问题，不是你刚想说啥？你说谁声音好听是吗？对，谁声音听起来最好听？但我后面我好多都没有听过，但是我在微信在抖音上有感谢过礼物，然后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榜一声音挺好听的。榜一是你，榜一多大？这不是暴露人家年龄吗？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逃避问题，快点！榜一多大？14个人，14个小星星，铁子们，来还差13，比我大。小星星，咱们占个榜，小星星，咱们占个榜。就是男人最风华正茂的那个年龄。多大？就是这合适那个年龄，就比我大那种，就是有男人味那种那个年龄，你懂了。男人味是几岁？你不要，来你问吧。你跟几个大哥见过面啊？哎呀，太多了，榜一到榜五我都见过，我还视频过。哦，那你跟哪个大哥就是发生过故事啊？发什么样的故事？跟几个大哥发生过故事？友情故事、爱情故事、爱情故事、爱情故事都被我扼杀在摇篮中了。是啊，就正儿八经的，就是真的、就是、真的都被我扼杀在摇篮中了。意思是没有吗？我眼神不够真诚吗？那你家哪个大哥就是汗毛最重？汗毛最重白雪哥吧，因为白雪哥给我拔过几个毛。你们家哪个大哥最好色？好色，来我去，这个榜三榜四榜三榜二榜一的怎么说呢？好色的话应该都挺好色的，他们没有深度的跟我探讨过这些问题。嗯，你我问啥呢？早都突然你有没有就是有没有给男人花过钱？太多了，我就是那傻妞你知道吗？我太喜欢给男人花钱。 你有没有拿大哥的钱去养小白脸？我从来不线下收钱。不是啊，你就是那个直播间赚的钱，有没有去养过小白脸？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做直播的时候我都单身、嗯、想不想养？不太想，因为我自己还有个弟弟、啊、那你就是跟大哥见面是什么样的流程，跟我们讲一下。见面是什么样的流程？缘分到了就见了、嗯、是不是啊老林？我知道，见了之后干嘛？怎么个过程，跟我们讲一下呗。吃饭呀，比如说大哥今天在我直播间46级、不是要跟我吃个饭吗？然后吃完饭之后呢就是说晚上请大哥去按个脚喝个茶，对不对？然后喝点酒，是不是给大哥送回去之后、哦、大哥第二天明白了，大哥第二天回来之后是不是就在我直播间升60级了？哦，吃个饭按个脚然后唱个 K 然后就回家了。对呀、啊，这就是个应酬的流程，你知道吗？这有点不太。我觉得跟大哥见面哦，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就是请大哥吃饭，安排一下大哥，给大哥安排开心了，知道不？七秒收他。那大哥没有那个吗？哦吼，完了！感谢我哦哦，谢谢我盼盼，感谢大哥。谢谢我林的礼花筒子啊！我们可能是听讲，我们可能是听问题。对面大哥听入迷了，我还是这样觉得的。跟大哥吃饭其实真没有什么，我们是没什么呀，可以个视频，是没什么呀，都可以边直播边跟大哥吃饭，是没有什么呀。跟大哥吃饭真不是一件特别特别奇怪的事、啊，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呀，很正常啊。他问什么？他大哥听上头了，什么惩罚来着？
缺鸡蛋了，要是。但是吃鸡蛋，去拿鸡蛋，在地上画个圈，在地上画个圈，我用什么画呀？哦，吹，就是吹到那个圈以外是吧？你放到纸上吧，吹到纸上也行。我有笔，等一下。非得吹吗？300多票，要不换一个惩罚？300多票，你知道我挣多久吗？要不换个惩罚？下次聊10分钟的，你有没有丢毒啊你？就不能换一个吗？哎，我家你不用画啊，你吹到纸上就可以了呀。吹到纸上什么意思啊？对啊，你把纸巾放地上，然后鸡蛋就吹到纸上，就算 OK 了。哦，是卫生纸吗？还是什么纸啊？15分钟都聊不起，你们真的很过分。这是纸，要不我们聊个8小时的吧？你们觉得怎么样？唠个8小时的，是那种唠个9小时的。卫生纸吗？纸巾。好，那我去拿一下，我去拿鸡蛋。哎，那个对面的这位新主播，你多大？干啥呀？打完了你还问我？问你多大，我们就听9小时。等下回去给你们讲故事会。欢迎小灰狼，再来一把。欢迎 sample 哥，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天哪！但是面纱怎么吹嘛？你把不是，你要把鸡蛋从你那个灯的那个支架那边吹到这张纸上。哦，这叫吹鸡蛋。我去，用15分钟呢。是这样。啊，吹，用吹的。这儿。他不穿裤子就进去了，不穿裤子容易进去。太不方便了。你们这些老色批，你们不把我整进去，你不开心？我也戴个面纱。哦，脖子好痛。哦，可以吹，等一下，我这个纸不行，我得画。你们在公屏打，想要问什么？我可以帮你们问，不然的话我想不出来问什么。嗯，聚焦敏感部位，你知道吧？他的面纱不是说遮脸，是主要是为了遮那部那些敏感部。啊、OK，吹，懂吗？懂不懂？铁子们懂不懂？你为爱低过头吗？哎，你是那个梅赛德斯的什么车主啊？哎，你是那个梅赛德斯的什么车主？你是奔驰 C 的车主还是奔驰 E 的车主？咱们再打一把好不好？好啊。打10分钟的过程就完那个问题好不好？喂，怎么没声音啊？哦，没插耳机，什么玩意儿啊？等一下，我看你们说什么，好，没注意看，这肺活量。吹一晚上没吹破，为什么？来，我们先破十啊！大家公屏问题打一下，公屏问题打一下。要问问题啊？10分钟。哦，一直问问题，问。那个就是快那个就是有没有哪个大哥就正儿八经的，就是想跟你发生点故事的？
有。那你为什么就是？那你怎么说的？那你是不是说？那你怎么回答的？我说你很好，我配不上。问你，你是奔驰 E 还是奔驰 C？ 奔驰 E， 还是有一些没有上市的。啊，你说那个吗？你说的是什么？是车吗？还是灯？你多大？哦哦，奔驰 E 吧。非常真实吗？不真实，等一下，我下来给你发照片。快点啊！哦，下一个问题，快点，快点。哎呀，开玩笑的，开玩笑的。第二个问题啊，不行，要说真心话。哦，不是，不是，我是是 E 啊，我跟你说，奔驰 E 的嘛。就是奔驰，你的奔驰 E 有没有给你带来过困扰？有，就很困扰。穿衣服的时候，所有的衣服都是胸这后面拉不上，然后腰这里的这里合适，然后换大一号的话腰大了，然后这儿合适，就很难买衣服。啊，那有没有大哥跟你说过，就是说很喜欢你的奔驰E这种话？肯定有啊。那他一般都是怎么就一般都是怎么开始的？我觉得你想玩我，就是想问我问题。我就呵呵。没有，其实很少很少说这样话的人，真的很少，基本上都是觉得我很有才华呀，或者是觉得哎你挺唱歌挺好听的，就那种很欣赏你那种，就是很少会有人说这样的话吧，说这样的话会觉得很低俗啊，你不觉得？可能他们是这么想的，但是可能他不会说出来。有没有大哥说想要帮你扶一下的？有没有嘛？你就直接回答我就是了。那直播间不是很多那些屌丝？真正的大哥扶你过马路？没有，没有，没有，扶你过马路？没有，没有，啊，没有，真正的大哥都很层次都很高，他们不会看这方面。OK，OK，OK，OK。你看吧，我都不上票了，没人帮我都。对，我想问对面，赶紧来问，赶紧想问什么公屏给我打出来，打出来。我为什么要跟你玩这个？我为了个啥？你走在街上的话，是不是每个男人都会对你回头？那必须的。你觉得你对你自己这身材最自信的是哪个地方？懂了吗？啊，这里啊。对啊。最不自信的是哪儿呢？最不自信的这是什么？最哦，身高，身高是吗？身高哦，明白明白。然后那你，那你挺一般，你一般那个是，你一般洗澡的话，就是晚上冲凉嘛，冲凉的话，你一般先冲哪个地方？头发。那雪条，还有什么问题？你就是有没有对直播间的大哥动过心？那是必须动过的。真动过吗？真动过。就有没有那种就大哥有老婆那种，然后你又跟他没办法在一起，但是你又喜欢他那种？有。就是有没有那种就这正儿八经，如果他没老婆没家庭的话，你是想嫁给他那种？有。有几个？一个。那现在还在联系吗？现在在不在直播间？欢迎远山哥。你头发多不多？我头发多不多？我头发多呀，你看不出来吗？头发多是不是？行。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张？你的公司什么时候打算再开张？什么？你公司打算什么时候再开张？这个得看大哥呀。哦，大哥投资是不是？了解。啊，你车库里面停过几次车？哎呀，你不要问这些啊！你是不是想死啊？你是不是想死啊？啊啊啊啊啊！
啊，正能量，正能量，好不好？你问的是什么问题？虽然我们家是开车行的，但是你也不能这么炫耀啊。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我意思。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你问吧，你问吧，你问吧。把我套进去了，你看，那个就是谢谢我们大哥票，不是你那个就是，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就是标准是什么样的？狮子座，狮子座，嗯。狮子座，身高啊或者长相什么有没有要求？没有，没有要求。是不是必须得有钱？对，一定要对我好，对你好，给你花钱。嗯，你觉得花多少钱才能追到你？这个没有额度，只要他对我好。对你好不得花钱吧？对不对？男人对女人至少不能抠吧？我们榜上这些大哥，啊、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就这样说，那一个大哥能给你刷多少钱，你才愿意？就是觉得，就是才愿意。我跟你说，如果这个大哥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其实他在我直播间上票，我就不让他上了，知道吧？这是看感觉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一个大哥一毛都不给你上，你对他有感觉，我不相信。那肯定是他得先上一上，我对他，对呀，之前有了解了，他先得上一上，那首先得上多少你才有感觉？不是，那大哥大哥，那起步不都是抖音一号起？对呀、啊，那抖音不是，大概多少票？说个音浪出来。大概多少票？这个真不好说，那主要看大哥。不，大概多少票你才有感觉嘛？我觉得我每次看华子的时候都挺有感觉的。10万块，100万英镑。100万英镑，我家榜上这些大哥刷的都不止100万英镑了。他们都对我没有想法，真，我说真的，榜一榜二都刷了不止100万了。你如果找老公的话，一个月最低赚多少钱？至少5位数吧。个十百千万啊，10000000就是最低10000000收入是吧？最少5位数，对，最低10000000。年龄在多大？你觉得最后你是想找一个年龄在多大的？35以下。35以下，那完了，你直播间大哥很多都没戏了啊。35以下，你谈过最年轻的男朋友是多少岁？18岁那一年谈的，18岁算不算？不算。这个问题没人帮我那个一下，铁子们，你们这么多问题我问不出去啊，水条超不过去，我不算不算不算，就是你现在这个年龄谈的最小的。30岁。30啊？你多，你才 30, 你才20多的吗？你谈那个最小的是30啊？对。徐天帮我抄一下行不行啊，铁子们？你就是最，如果一个大哥特别喜欢你，给你刷很多钱，但是他年龄有点大，超过你35岁了，但是他还想追你那种，但是他50了，你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前提是他得是单身。所以说还是能接受哈。能接受，但是前提是他得是单身，得是单身，就不能是那种有老婆的。感谢我老林，谢谢我老林。来，第一个，喜不喜欢被朱莉？什么被朱莉什么意思？对，喜不喜欢被朱莉？我不懂你啥意思啊？喜不喜欢被朱莉？喜欢呀。嗯，喜欢。那个叫什么来着？他们的问题，大哥说要给你刷100万英镑，要给你见面，你会见面吗？100万英镑就10万块钱呗。对。见面是吧？见面有什么呀？那见面吃个饭也没啥呀。呀，走塔了5秒，赢了。谢谢我袁山哥，感谢我518哥哥。谢谢袁哥，谢谢我们18哥，谢
谢谢我们云哥，谢谢吴憨憨，感谢我们两位大哥。你为什么把声卡拔掉啊？因为没电了。都被问的没电了。我还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没了。哎，说了干嘛来着？我也忘了。说了干嘛来着？我也忘了。大家想一想是干嘛？我们刚刚说的，好像没有说结尾吧？哦，我们没说结尾，就只是说在问问题。有声音吗？有声音吗？只是说在问问题，没有说结尾。没说惩罚，没说惩罚。那你也吹个鸡蛋吧。哎，来。直打过程，对啊，我们这把不是直打过程吗？十分钟的过程。哎，好啊，谁说的？我们刚刚说的呀，我们刚刚说的问十分钟的问题。哦，就没有结果是吗？嗯。哦，到你这儿就没结果了，我刚刚就有结果，不行，给我做。没有，刚刚咱能提前说的呀。我没听到。我们刚刚第一把是提前说的。我以为这一把也是一样的呀。这把只有过程，没有结局啊。我吹一下嘛，娱乐娱乐啊。要不你再问我几个问题吧。再问你啥都问不出来，啥都问不出来。你再罚我问几个问题吧。啥都问不出来。怎么问不出来？我说都是真心话。疯狂的青蛙，你很多问题不能问，主要是就太严格了，主要是看你怎么问。好，那我问你，再问你三个问题。那我再问你三个问题。不可以吹。啊？哦，开车多久能到家？你们真的是太牛逼了！你们这些人太牛逼了，真的。抖音真太严格了，真的很多话不能问的。这我们直播间有个人问你，他问你开车多久能到家？啊，不吹鸡蛋了。啊，问问题的嘛。啊，吹也可以，你自己选一个嘛。问问题啊，可以啊，那我问问题吧。多少人到家这个问题，大哥，你属实是对女人啊，不对啊，对对家啊，对家有，你知道吧？了解不够多，了解不够多。哦，对家了解不够多。你对家的了解还不够多，嗯。所以呢？所以都是。所以你开车一般开多久能到家？一个至少咱那个一个小时起，因为我家距离我1000多公里，我得开14个小时。哦，明白了。那个就是，他说，那我也问你什么喜欢助力吗？什么东西？喜欢被助力吗？当然喜欢呀，助力那个人数那么多，多好啊！哦，明白了。你准备干直播还干多久？做到我满意为止。满意是什么个条件啊？就是希望能做点成绩出来吧。成绩，你觉得你的梦就是你的理想中的成绩是什么样的？我的理想中的成绩就是像在线人数，真实的在线人数，在2000人左右。2000人。对。好吧，祝你早日成功。好的，那我走了。嗯，好的。换话题。我说我不会写诗，我只是不要讲那些哈，正能量才艺直播间。今天给你们就是那个啥了一下。随风起舞的花布裙子，愚昧的定义我只是想。清屏了，不要打这些字。哎，你们再打这些字哈，你们再打这些字我那个啥了，我把你们拉黑了，不要聊这些了好吧。告诉你这是什将你是我独一的故事，一尘烟雨一楼台。你出来让别人哥看看，把面纱拿掉呗。你这样
其实我戴面纱跟不戴面纱没什么差别啊，你看也能看到脸啊、嘴巴呀、鼻子啊。太什么？哎，我们问的这些问题还好吧？不是很夸张吧？没有那太过吧？没有太过吧？而且我觉得我问的都是很正常的问题，我刚刚问的都是，都是问他跟大哥之间的一些事情。我也没有问那种特别低俗的那种问题，对吧？太低俗的问题问出来有点那个啥，不太好。而且问的话，官方也不允许问。不是聪明的人理解不了。那你们不是都很聪明吗？因为抖音很严格，你的语速如果有一点点的那个问题的话，马上就会封号。所以说真的不能问那些问题。我最后就是唱会儿歌我就下播了哟。一尘烟雨。哎，我们那个榜一想听什么？想听什么歌呀？榜二榜三都在。最后唱首歌或者干嘛的就下了。要不然我这个那个啥没吃饭的话有点找不住感觉。我知道我唱首歌嘛，唱首歌结束今天的那个什么节目啊，直播唱个啥歌呢？榜前三想听什么歌？他们都不讲话。我是一只羊会不会啊？不会。红唇我真的不会。我发现我也是每次让人家点歌，然后点了之后我又不会。枕着你的名字入眠，这个好像不太熟。说散就散可以。哎，不是，你这个啥意思啊？马哥，你点这首歌是啥意思啊？有点那个啥呀，寓意不太好啊。说散就散，这是要跟我 say goodbye 了吗？这是要跟我 say goodbye 了。听完就散。好吧，那就说散就散吧。难忘今宵，等一下放难忘今宵。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有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没什么关系，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就当作绝无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
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然间说散就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鼓励还有支持，还有 点赞还有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啊，15:27啊，很遗憾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嗯，对吧？今天要给大家说再见了，非常的舍不得大家，但是又不得不说啊，这个主播要下播吃饭了，然后。非常感谢榜一，榜一今天又陪我一天，然后又很辛苦，又费了电，费了钱，费了精力，非常感激。非常感谢我们榜二鱼哥，很高兴认识你。非常感谢这位重庆的哥哥，很喜欢啊，非常不错。非常感谢红哥，红哥今天再一次看到你，我也很开心，谢谢红哥。谢谢星星哥哥。感谢用户，谢谢蓝天下，谢谢李三，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大哥们啊，谢谢你们，感谢大家的陪伴。那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哈，就是我下播了，你们就是可以就是放松放松，去看看别的主播呀，然后或者是休息休息什么的。拜拜，我今天就下播了。See you, 明天见。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拜拜。